第一台油罐车在贫民窟后面的公路上面，然后不知道这是拖车停车场的撤离点，旁边的油罐车，第一台在这里。第二台油罐车在旧烂尾旁边的油罐车，就是姐青铜怀表的这台油罐车。第三台油罐车在老加油站旁边这一台。第四台油罐车在新加油站后方这台油罐车。